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第三届华为拆发者的大会。今天华为 HarmonyOS 和 HarmonyOS 也是史上发展最快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，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1.5 亿用户升级了 HarmonyOS， 我们还扩大了各个领域，把智能座舱的用户体验领先于全球的所有的行业，所有的厂商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星光璀璨，未来可期。鸿蒙为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底座，以及它提供的万物互联的一个生态，在明年 Q1 就可以让我们的开发者体验到。我们希望是在明年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能给我们开发者提供我们为鸿蒙自研的编程语言，也敬请大家期待。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将来面向万物互联的人机交互的统一入口，就是小易。我想我们在真正的万物互联来临的时候，真的需要 AI 的能力将所有的设备连接起来，将设备跟服务连接起来，将所有的服务连接起来，也将服务和人连接起来。希望通过这样重重的赋能，能够让真正的万物互联、万物智联的时代能够真正的走到老百姓中间。今天 HM 的全球生态已经基本站稳脚跟，我们已经开发者到了510万，我们应用商店的下载已经3300亿次，我们为全球开发者带来全新的多终端跨 OS 全场景的华为移动服务核心能力 HMS Core 6。我们提出消费者业务的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四大主张和三大承诺，用创新的科技来守护大家的安全与隐私。今天在广大开发者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基于鸿蒙的全新生态已经初步成型。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个繁荣的鸿蒙生态就在不远的前方。如今我们也要秉承着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的开源的精神，立志成就整个鸿蒙生态系统，造福全人类。未来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晰，因为它已有迹可循。谢谢。